请问你现在可以点餐了吗？没关系，我等我朋友来再点。嗯，傻眼，每次都迟到。那么，再一首吧。你知道我等你等多久了吗？哎呦，难得去台北一趟，不去一些景点走走就太可惜了吧。唉，你知道我们时间不多了吗？好啦，那么我们来讨论一下下一部作品吧。